手机来来来来来，手机来来来来，手机拿出来，来 Vicky 姐的手机，来经纪人，手机全部都拿出来，现在通通不准，对，零检，通通不准，开灯，零检，来 Vicky 姐，我们先说 Vicky 姐的手机，哦，来，都别动，淋雨的，好。那屈哥的手机呢？哎，不是这样，有些不方便，不方便，不方便。大根叫出来，美人姐的手机不是我那个，我那个谁？哎，干什么？别扎大根！哎哎哎，想上你想干什么？你想上那个淋雨的？来来来来，我手机没有什么的，没有什么，我手机全部放在这里哈。交出来，交出来，交出来。不是，通通抓出来，少一只。我们这种富人的手机有什么好处？都有。美人姐，请来坐上来。来，都走，都走。不是啦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我问一下，只要一个一个轮流上手。不是我们今天，就是他。我讲哈，就这个。请经纪人怎么接通告？今天讲最，你最有资格。做这个单元，抖音呢？没有看过来宾跟我们沙发这么搭配，融为一体了。对啊，美人姐现在怎么瘦成那样啊？来来，你没来，那你三咖呢？我看搭不搭？来来，可以啊，可以。哇，虚咖呢？来，腰肉滑贵。手机插上，我们先看他的。我是虞美人哎。那有什么问题？我们先看看 YouTube， 他都在看些什么？追踪，你有订阅吗？平常有在看 YouTube 吗？哎，刚刚有正在看呢。没有，2019时装大秀哦，研究衣服。因为你们叫我那么早来，害我无聊。时尚，时尚，哎，真的哎，都是看时尚的。蓝教主，蓝教主哦，夏之有没有？哎呦，老佛爷。卡尔拉拉格菲传奇啊！哎哎，真的，你都看这些？美食 ，OK， 哎，蛮正经人呢。来来看他的，看他书签，看他书签，看这不书签也要书签，要看这边，他的那个 Chrome，Google Chrome 在哪里？看他的书签，平常看。就看他里面最爱的网页。哦，最爱的小说，可信网站。哎，这几项都看一些小说。小说哦，《第一猴》《迷心计》哦啊，你都看这些啊？言情小说，这是言情小说。对，我不是每一个那个都会把它变成我最爱。你真的是活在电脑里的古代人呢。对啊，真的。猴是网络作家西行的最新的一个作品。好看吗？他的古言小说呢，其实都是一直得奖这样子。我推荐你们可以看他的《娇娘衣襟》，也很好看。对，《朱砂》也很好看。看一下你的讯息嘛。可以啊。讯息可以看。哪一个可以看？我哪一个？微信或者是 LINE 都可以啊。哪一种讯息？真的假的？你这么 free？我们是有询问过的，对，真的，我们有先问过，对，人称真的可以看吗？不要也可以哦，是，人称一定要有一些属于自己的秘密，真的可以哦，那我就不客气了，好来，好来，王旦，哦，行不行啦？我们后面在紧张了，是不是？怕什么？哦，大哥夹完蛋了。黄林祥是哪位？不会啦，姐姐。服装师，你打开。真的吗？不会的，姐。哎，真的哎。真的耶。对。哇，美人姐好正经啊。你不要看下一个啦，那个，请问你是哪里人？因为那个有讲到你。真的吗？哪里有美人？那个哪里有美人？那个有讲这个有讲到你真的吗？要不要？看武器啊！努力揍一个，揍一个，对对，揍一个，男哥揍死了。黄董约吃饭，那努力揍宪哥好了。那比较宪哥是那个股市宪哥吧？对对对。看得出来。宪哥嘛，太可爱哦！哎，他真没什么秘密耶，没有啊。人活着要有秘密啦，像我就不敢这样，我没有办法拿出来给大家看啊。真的假的？为什么？太多东西了，太多。我真的，每一页随便一碰都是头条。啊哟，一碰都头条，会影响很多人的。对对对对，还有局部特写。很危险呢！我不怕了，人家哎，虞美人干干净净的，完全不怕考验，恭喜过关。我没有。对，我讲人就是要这样。我们加个赞。不是，这样子我人生应该会很精彩。